方的长辛店北头啊，就这个攥着母亲的后衣裳，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，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。往后有人告诉我啊，说那个都是大王庙二十九墩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。大家好，今天是七月七日，你只要是中国人，您知道七月七日是什么意思？你只要是中国人，就不能够不去想七七这个日子对中国带来的影响。1937年七月七日，卢沟桥事变，在台湾的教科书是把卢沟桥事变定义为日本正式侵略中国，在大陆讲的是14年抗战，所以又往前推了。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梳理历史，你会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在马关条约以前，在台湾被割让以前，在甲午战争以前，他就已经准备要对中国蚕食鲸吞。七七事变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，它是一个象征。在每一年的七月七日，我们回过头来看，我们来思考，我们来缅怀先烈。七七事变是一个国耻日，因为国家弱，我们被欺负。但七七事变也是一个一棒敲醒中国的一个日子。这个世界没有公理，没有正义，凭什么我们国家弱，我们就活该被侵略？这样好像侵略就是有道理吗？我弱你就可以打我吗？所以这个要分两头说，我们弱，我们要让国家强，但是并不能够给日本侵略中国一个开脱的。那日本侵略中国，它是一个长期的准备跟铺排。日本地小贫瘠，野心又很大，从所谓的明治维新以后，他好像找到了一个吃速成的大力丸的一个方子，用法西斯的方法，然后自己船坚炮利，然后重点来了，然后日本就不断的收买中国上上下下的官员。你知道当时清朝最最大的权臣李鸿章在日本做生意，当1895年清朝莫名其妙的战败，把台湾割让给日本，当时说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。我们的宰相是帮谁卖命？是在帮日本处理事情。所以每一年啊，到七七事变这样的日子，都会让我想到很多日本在大陆取得了多大多大的经济的成就。你在大陆碰到的各个产业的日本企业赚我们中国人的钱，他对我们中国有没有起码的尊重？就前几天，一家非常非常巨大的日本企业，就日立啊，日立在大陆的电商上面做广告，他做的广告叫做七七的一个促销，七月七日这个日子由日本的电器大厂来做促销。那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？合适吗？妥当吗？对中国人民有起码的敬畏吗？在大陆啊的很多常都会听到说什么，哎呀，政治的归政治啊，商业的归商业啊，我们应该有泱泱大国的气魄啊。对呀，泱泱大国的气魄啊，那么人家有没有政治归政治，商业归商业呢？显然没有啊，人家商业也是政治，政治还是政治啊。所以今天一而再
再而三的有日本企业在大陆赚钱赚翻了赚疯了，之前也有索尼的事件，而现在是 Hitachi 日立的事件，他们在赌什么呢？他们要干嘛这样做呢？他们是在测试你中国人，反正我这样干了，你到时候中国人还不是要买我的货？会有人出来呼吁说要抵制日货吗？或者不要说抵制日货，就说我们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要要求日本企业在中国赚钱不要吃饭砸锅，都会被一大堆我们自己的公知、学者、媒体或莫名其妙的阿猫阿狗跑出来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是义和团啊，你封闭啊，你小粉红啊，人家有恃无恐啊。你在看日本企业的时候，商跟政中间那只是变脸，那只是换一层皮肤嘛，你真以为日本商人是日本商人跟日本政治没有关系吗？日本的企业里面窝藏了多少右翼分子，甚至日本的企业它本身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它就是妥妥的战争机器，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摇身一变变成是日本的工业基础了。你这个工业基础上面流满了中国人的血，你喊得出名号的日本企业，只要是在二次大战以前当时成立的，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血。